还不服气呀？啊！哟，你这眼神凶狠的，干嘛？还想打我？来来来，打，给你，打！借你俩胆儿，借你俩胆儿，借你俩胆儿！我告诉你，看在夫妻场的份上，不想把事做绝了，你别逼我。知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职务啊？我说出来吓死你！ 我不仅接替了刘海中在轧钢厂专案组组长的位置，我还比他多了一个头衔。那能怎么样啊？我跟你没有瓜葛了，我不怕你。哎呦，你横的啊！也对，我可能是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但是，娄小鹅，咱俩从认识到结婚这么些年，你们家的事儿我不比刘海中清楚，啊？ 你们家那点老底儿，都藏在亲戚朋友家了吧？是不是？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你们家解放前那个佣人，住在新中街317号，我没说错吧？哼，这些人的家我谁家没去过呀？我就是他妈闭着眼都能找得到。哎，你说。 我要是带人把这些人家全抄了，我就不信一点收获都没有。到时候你爸你妈二进宫，得，这回我看谁能救得了他们俩。你卑鄙无耻！我娄小娥，你真是他妈不知好歹！我卑鄙，我无耻啊！哎，那你跟傻柱手拉着手在我面前装孙子那会儿呢？啊？ 我卑鄙无耻！我要真卑鄙无耻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儿就不来这儿跟你嘚啵了。早他妈带人把那些人家全他妈抄了！想不让我这么干很简单，马上从这个院给我滚蛋，有多远滚多远，永远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。我会找人盯着你，只要让我知道你再见傻柱，就别怪我心狠。你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啊？ 告诉你消息啊，这许德茂可是当了。老何，又回家了？不应该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 我去你爸爸说，怕许大茂捣乱，我还说不要紧的，毕竟是他提出离婚的，我们不过是随着他的愿。
可是你跟何雨柱这么一走近，等于是引火烧身呐、啊。我勉强同意你们俩结婚，可心里更担心的问题是，害怕刺激了许大茂。谁知道他摇身一变成了专案组组长了？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说什么也没用。现在第一，你不准再见何雨柱。爸，必须得这样。第二，雅丽，啊，按咱们预定的第二方案办，要立即，要快，刻不容缓。好好，我去，我去，我这就去。妈，你干嘛去啊？你问你爸爸。爸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暂时不能告诉你。小何，听好了，事关咱们全家的生死存亡啊！爸，爸，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可是你们明天早之前，你绝对不准见何雨柱。爸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算了。